十年，或许很短，短到昼夜交替，季节更迭，一瞬而过。十年，或许很长，以煤炭立本的山西，成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，聚焦中部崛起，打开发展新布局。新能源大基地的投运，将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送去远方，传统与新兴的结合，风光无限。山西正在以崭新的姿态，迎接着崭新的未来。高速发展离不开能源的助推。中国能建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，秉承创新发展、踏实肯干的精神，建设起座座精品工程，在能源设计、建设、运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2013年3月，山西院成立国际工程分公司，跃升成为中国能建海外拓展的先行者，全面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，以泰国、越南等国家为核心开发区域，广泛开拓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中东、非洲等市场。截至目前，国际业务涵盖陆地、水上、海上、风、光、储等多项目类型，品牌遍及9个国家，并不断创造新价值，获得各国的高度关注和赞誉。步入2022年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，签订中非25兆瓦光伏项目，实现新国别签约，签订并实施斯贝科技泰国有限公司1期厂房工程，实现国际非电业务突破，签订韩国新万金100兆瓦风电项目，新加坡200兆瓦储能项目，实现国际高端市场滚动发展。全球开放核心下，未来已来，我们将更专业、更宽广、更多样、更协作、更友善。中国能建山西院将与全球伙伴一起走向共赢新未来。